漂亮。还是控制一板再上手。要打一些非常规的东西。好球。偷长的。漂亮。直接发长的。哇，两个人的这种。又在开场，漂亮，就打到了10-10。漂亮，给正手之后围回反手，梁俊宏侧身，樊振东想摁一。这样12-10，梁俊坤拿下第一局。哇，和樊振东相持是很自信的，又是反手强强对抗。漂亮，还是控制。樊振东尝试一个反手发球，现在其实也是在。漂亮，两个人相持住正手，回到反手，连续的发力，樊振东防住。哇，啊，梁靖昆真的是太凶了，领先。哇，这个是。哇。过来，过来。这。进行相持，反手甩了之后变正手，正手对拉，又是反手。哇，没有想到啊，暂停回控制之后上手反拉。风鸣训练。哦，好球，再往前上，这个球反手顶了一板。哇，好球。哦，好球，这是一个情况。我们去计划这一分。回摆有点高，两个人都很谨慎，没有上手。好球。直接开场，两个人相持顶住反手压中路，这样12-10，梁靖昆拿下。两个人还会持续的较量。逆旋转发一个小三角，回摆之后反手上手给中路压反手，站在右半台发逆旋转给小三角，发起高调来，两个人进入到相持，突然偷长。哇，好球。并住中路反手变正手再回来，漂亮，反思啊！哇，好球，好球！这就风鸣训练之后，樊振东的发球多了很多的变化。再往前上，退的稍微有一点远。漂亮，还是逆旋转，再从台内球控制上手，现在有一些站不定。
这样11-5连得六分，樊振东扳回一局。想持住，漂亮，哇，反手。轻贴一板，反手再发力对住相持，转正手进攻。好球。球调打，两个人再进入到相持，哇。还是在控制，回摆之后反手上手，反手连续进攻顶住，好球，打一个出台，直接投长的，哇，哇，漂亮漂亮。漂亮，这样11-7，樊振东扳回一局。直接投长，哦，哦，这个球是一个幸运球。摆皮底线给中路，哇，太流畅了。再回摆，还是控制。削一板，哦。梁靖昆发球，直接开长的给中路，这样4-2，梁靖昆战胜了樊振东，也进入到了本次。